求求你救救我，有人在追我，他们是流氓，求求你救救我呀，大哥，救救我吧，我求求你，他们是流氓。臭婊子，不债女还，天经地义，回去。我不能接受，各位哥哥们，你们放过我吧，放过我吧。你回去，我回去。像让你连婊子都成。欠他们钱，我妈为了替我爸治病问他们借了高利贷，后来我爸还是病死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我要去找我妈，我妈被他们绑起来了，我要是不回去的话，他们会打死她的。